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会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如果真的有可以回到过去这种事的话，我还是想要回到十九岁。这位同学，你要跟我多久？在那里发现我啊！哎，这位同学，你该不会是忘记我了吧？不是说你们读法律的人记性都很好吗？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不会浪费在不该记的事情上。嗯，好吧，我相信你是读法律的了，这么多读书。那我是过来信守承诺的，给你送照片，你看，是不是拍得很好啊？我第一次把光影效果处理得这么好，你看这儿还有一片树叶，阳光就从这儿穿过去了，对不对？照片我收下了，谢谢。哎，什么叫照片你收下了谢谢？你不打算还给我吗？还给你？当然，照片是我拍的，难道不是我的吗？这位同学，你确定要和一个法学院的学生讨论这张照片的所有权问题？什么意思啊？这照片就这么……谢谢。就这么变成你的了？哎，请我吃饭也行啊！哎，起码请我吃个饭吧。嗨，师兄你好，好久不见，哇，好巧啊！我们不是一个系的，不用这么客气叫我师兄。对对对对对，那我以后就哎叫你何以琛吧。不行不行不行，叫何以琛直接呼名带姓好像很没有礼貌，而且显示不出你师兄欠我一顿糖醋排骨的交情。那决定了，以后我就叫你以琛。这位同学，我想我们并没有这么说。哎，以琛，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赵默笙，赵呢就是那个赵，默就是沉默的默，笙就是一种乐器。名字是有典故的哦，是出自徐志摩的诗《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是不是很好记？我知道。啊？你在照片背后写了。哦，对，竟然给忘了。是不是我请你吃了糖醋排骨，你就不会再跟踪我了？我没有跟踪你啊。明明跟踪的是三食堂的糖醋排骨，所以昨天你是跟踪鱼香肉丝，前天是跟踪水煮鱼片。哎呀，师兄你怎么那么伟大？不愧是法学系的，推断能力真的超级棒。谢谢夸奖，我破案能力也不错。前天是周三，周三食堂没有卖水煮鱼片。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等你出现。
界。我考虑过了，如果三年后你注定是我女朋友，我何不提早行使我的权利？走吧，吃饭，糖醋排骨。我终于有了一点点真实感了，我真的是何以琛的女朋友了。以琛，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没有想清楚。哎，等，不用想很清楚。我发誓，一定会做一个最好的女朋友。听话就好。一定听话，我最乖了。走吧。在我一不小心的让成长偷走了什么？没有很重，时光只有一点点重，还来不及去一点点重。我已经很尽力的走直线了，你没有看到我走直线吗？没有。没看到吗？这还不是直线吗？美丽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畏不明白。写错了。哪里错了？笔画顺序错了，和右边的可应该是先写里面的口，最后才是出口。再写一遍。这样吗？嗯。我为什么要多写几遍你的名字啊？谁知道？你不知道。写我的，我看看你笔法。怎么了？就一生疏的寒暄，往事浮现，每晚的故事连连，时间还在变，我们还在变，但请你相信，I'm my pretty sunshine， 美丽的世界好好坏坏，世事无畏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怎么才来啊？抽到多少？我都没数好久了。一定会来。走吧。我们要善于透过事情的现象，来察觉它的实质的东西。这样呢，才有助于我们理清各个单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现在我想问一下，刚才这个案件当中，甲乙丙丁这四个人应该怎么判？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这位女生。哎，第三排的这位女生，就是你。请你回答一下，这个甲乙丙丁该怎么判呢？我没听。见死不救也太小气了吧？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想那么久吗？把他们全都关进牢里。建哥。难道这位同学对我讲的刑法这么感兴趣？教授，人家是陪男朋友来上课的。陪男朋友？
啊，敢问是谁的女朋友啊？站起来。我的。哎呀，何同学啊，学习光一个人好是不够的呀，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想一想，我们堂堂法学院大才子的女朋友居然是个法盲，那以后走出去也好没面子哦。这么不帮我。生日快乐，雨辰。你今天跑哪儿去了？礼物呢？我今天跑了全程去帮你买生日礼物，但是都没有挑中满意的。对不起，雨辰，我应该提前准备的。算了，闭上眼睛。啊？不走了，让所有的人都过得好好的。那你要怎么样对我好好的？是书不让我盯着念，还是800米你自己能过关呢？还是每周三我不用去排队抢糖醋排骨了？雨辰，我明天去吃糖醋排骨，好不好？好。起码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不会得胃病了。你能照顾我？好像是不能吧。但是你必须要照顾我啊，所以顺便也就把自己照顾好了嘛。让我看看，脸皮有没有变厚。我没有说错啊。你看，你为了让我要好好吃饭，所以你就必须要跟我一块儿吃。那个时候，等你到工作了，我也刚好就大四，也没有什么课。就每天可以过去找你了，每天跟你一块吃饭，至少你就不会消化不良了。好像学校离事务所有点远，好辛苦。不远，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呢，还不远。大四你已经不住校了，我租了个房子在事务所附近，你到事务所很近，那时候你肯定已经跟我住在一起了。慢点慢点，这边。哦，不会坏了吧？累坏了，休息会儿。爸，坐会儿吧。哎，你这么多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完啊？搬过来一起住。啊？我才不会跟你住一块儿呢。那个时候我才大四。你大四的课大部分都在下午，住我那更方便。你怎么知道我的课都在下午？我去过。你去看过我大四的课程表？
可是那个时候，我在美国。What's today special? Chicken. Chicken is very good. Chicken? Yes. Oh, chicken? No chicken. We don't like to eat chicken. Can you please recommend me something else? Pardon? Yeah, well, I don't know, you know. For example, what's your clients usually order here? No, or what's your favorite dish?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here? Yeah? Sorry, sir.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No problem. I just say we don't like to eat chicken, you know, chicken. But we want some. Hi,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Oh, hello.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Thank you. Well, we don't want to eat chicken, so I. 我能撑到毕业，就不错了。好，毕业了，我们住在一起。接下来呢？就当我被你强迫跟你住在一起，那然后呢？基本上我会让你主动提出来。就知道你会这样。当初是我追的你，好不容易让你动了心，你又骗我让你去找你承认。连结婚都是我追的，你根本就是守株待兔。不对，是守株待猪。这个比喻不错，守株待猪。那后来呢？我们应该租了一个两室一厅吧？啊，你还要个专门的书房？我那个时候经济实力不够啊，你就将就一下吧。不能将就。那差不多到了大四的下半学期，我也该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了。该不会找不到吧？会的。那好吧，反正太过顺利的人生好像也不好。那我既找不到工作也没事做，那我到底应该干嘛呀？在家装修房子。这么快就买到房了？那一年我办了一个不错的案子，老袁人厚道，拿了不少钱，首付款够了。好厉害呀。没办法，养你压力很大。我明明就很好养。好吧，那房子也买了，工作应该也找到了吧？那接下来呢？结婚？该不会是连婚都要我求吧？不会，我比你近。哇！新房就是不一样。结婚吧，现在就去。现在？再犹豫点，快点。哎，还是算了，一定会被他嘲笑一辈子的。那结完婚以后，我们什么时候生孩子啊？哎，我们什么时候要小孩呀？晚一点吧。哦，我不想这么早要孩子。那下一次烧梅再问我为什么还不要孩子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你的问题？
我希望你在暗示的那个不是我在想的那个。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睡觉了。啊，如果真的回到从前，这一切还会发生吗？你不要去打个招呼吗？张默生，你猜我这几年有多恨你？我现在只想知道，如果当时你知道这一切，你还会不会走？对不起。那现在呢？什么现在？你现在要不要回到我身边？我不打算在这方面浪费太多时间，也没有心去重新认识一个人，经营一段感情，所以你最合适。对不起。你不用这么快回答我，你可以。我结过婚了。你说什么？我结婚了。不想重来一遍。哎呀，这肚子还没剪下去啊，这婚纱穿完会不会很难看呀？啊，时间到了，时间到了。默笙啊，默笙。那摄影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啊，我就先走了啊。哎，干嘛什么事儿都交给我，不能找陆远峰吗？好朋友啊，拜托。默笙，那个明天早上工作能不能帮我顶一下？我得陪我老婆去产检。谢谢啊。陪老婆去？少梅又怀孕了。梦梦，世上现在哪还有我的影子呀？你再看看电视剧里面哪还有我呀？我跟你讲，我刚复出我就怀二胎，我是哪儿你给我怀的？你看，你看，你看，你哭稿我也哭了。哎呦，不，我这伺候一个还伺候不够，我伺候俩。你说说，赶紧接着呀！我喂你。不不不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不上班啊，突然每天早上摇晃呀。哎，你怎么说点好听的？哎呦呦哎呦，没事没事没事。你看看把他弄哭了。没哭没哭没哭。小布丁还记得我吗？不是饿了吧？是不是饿了？你现在呢？记不记得？好像记得哎。记不记得叔叔啊？
儿子，帅。刚刚是不是你哭了？小布丁最帅了。哎，你们俩都两年了，怎么还不要啊？哎呦，我也想要的。啊？他不想要。为什么呀？我看他挺喜欢孩子的呀，你看逗得多高兴。知道。不会是因为家里的原因？他应该大概有点可能吧，哎，顺其自然吧。哎呦，老李，哎呦，有有有，亚妈亚妈，是不是不喜欢小孩子啊？没有啊。那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吗？瞎想什么啊？那我不明白了。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刚刚在一起，如果多一个人来凑热闹不方便。就因为这个。好，既然你这么想要孩子，那就要吧。真的？顺其自然。那快点回家顺其自然啊。现在？嗯。你在怀疑我的效率？可是我们才顺其自然半个月。所以再过半个月就用得上了。已经晚了一个星期了。什么啊？你等我一下，马上回来。哎，你去买早餐啊，我要吃小笼包和小米粥了。回来了。来。哇，汤包。
老袁，是我。周家的那个案子你来接手吧，我排不开时间。什么？为什么要交给我啊？我要相亲，我很忙的。我要照顾默笙。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她怀孕了。什么？哎，你又抢我前面了。这不很正常吗？啊，张院长你好，我是何以琛。小小，我是以琛。你怀孕的时候看那些资料和书都打包好了，我一会儿过来拿。你什么都做了，那我干嘛呢？是啊，你还能干嘛？什么都不用。我好开心哦，以琛。我本来以为可以找回你就是完整了，可是原来还能更完整。默笙啊，孕妇呢要好好补，孩子生出来才健康呢。妈，你别教坏默笙了，孕妇都贫血，你要多吃红枣啊、赤豆什么的，但是不能吃大补的东西啊，什么人参啊、阿胶都不能吃。喝水。哦，就你懂，还不早点怀个孩子，整天就知道事业事业。求别念，我这不有计划吗？明年就要。这孩子，哎，默笙啊，昨天你去产检，医生怎么说啊？医生说宝宝很乖，严格的按照生长表上面在长，而且昨天 B 超做出来说他跟标准的五个月小孩的大小一样。真的？也太好了。这小孩将来性格估计跟哥哥有的一拼。哥，你是想要个女儿呢还是儿子啊？嗯，都好。倒也是，生个一男一女龙凤胎，女儿呢像默笙会很可爱呀，儿子呢，儿子像哥哥，这样就完美了。才不呢，以琛他说女儿一定要像他，这样才不会被骗，儿子啊也一定要像他，因为儿子也要像我才会有人送上门。他可以骗到人。回家再看，回家看。哎，姐姐，怎么样？小男生。
怎么这么快啊？一眨眼居然要生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观察能力啊，八斤七两这么重，莫山可辛苦了。哎呀，辛苦啥呀，我们大律师养得这么好，你看我们多可爱呀。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我跟你讲啊，现在除了非要下床不可呢，你就尽量在床上躺着，而且现在要是吃一些特别有营养的东西都没用，你现在吸收不了反而对身体不好。没事，有我们何以称赞呢？啊，不怕。对。对的，宝宝取名字了吗？啊，对啊，叫什么呀？叫什么呀？哎，赶紧取啊，别跟我们似的，出生证明后来才填的。想好了。那叫什么？今天太阳很好，就叫何照，阳光照耀的照。就这样啊？不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今天有太阳叫合照，那要没太阳叫合不照啊。你同意啊？挺好的呀，合照。哎，照莫山县的谐音，哎，是不是谐音啊？巧合，巧合。哎，行了啊，莫山，你们俩可够肉麻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呀，这样取名多简单啊，是吧，云凯？咱俩以后也可以这样啊。哎，你凑什么热闹啊？那我们俩以后孩子取名叫张和，那孩子肯定会恨死你的。行了，那我们先回去带孩子了。对呀，多保重啊！我还得当奶瓶儿。好好照顾莫生啊。好，慢走，下回见了啊。拜拜拜拜拜。很喜欢你呀，他说你就是他的小太阳哦。嗯，跟妈妈一样。嗯，合照，阳光照耀的照哦。发现我们还没收，知道吗？这里就是我们小区。你们小时候有过的。那我爸爸就是哪排座位？是在哪排座位啊？他在那个教室里面。那你看妈妈在哪排座位？
这里不是小学，这里呢是爸爸和妈妈在大学读书时候。要跳吗？走，再来一个。二三，耶！妈妈，别的小朋友是空白。这样好的天气适合出门，适合偷拍，适合与你携手同行。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是否忘记我？再一万次你回过头，你会发现还有我。陌生的玩具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伤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